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Namaste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和云韩诗瓦瑜伽会馆联合冠名的瑜伽课程班，我是主讲老师王鹏，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分享瑜伽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瑜伽三角伸展式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教育内容，请登录到功夫者的官方网站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练习吧。将双脚打开一腿之长，脚尖向内扣，吸气双手两侧抬起，呼气身体向右侧展，眼睛向上抬，保持呼吸三次。继续呼气，将我们的左手举过头顶，保持呼吸，吸双手还原，身体还原，呼气，让我们做另外一侧，身体向左侧展，眼睛看向我们的手指，保持三次深呼吸，继续呼气，将我们的右侧手臂举过头顶，保持呼吸，吸双手臂还原，身体还原。现在将我们的右脚向外，左脚向内，吸气，将我们的髋关节向左推出来，呼，身体向前向下，保持呼吸，让我们的手臂成一条直线。3 2 1，好，吸气，身体还原，又将右脚朝里，左脚朝外，吸气，将我们的髋关节向右推出来，向右推出来，呼，身体向前向下，将我们的手掌、双手手臂尽量的伸直，成一条直线，眼睛向上看，左手手指尽量的贴到我们的地面，保持呼吸，吸气，身体还原，观测放松内八字手脚。现在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体式可以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益处。三角伸展式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髋部，灵活髋关节，增强大腿前侧肌肉，伸展大腿后侧及背部肌肉，同时呢也能锻炼到我们的颈部。你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当然也请你能够试着走进瑜伽课堂，相信你一定会爱上它。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，请登录到功夫者的官方网站与我联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